啊！孙祥宇这个球也是拦网之后有一个第二次的反应，并且紧接着打了一板进攻，造成打手出界。嗯。还有啊，这个球，这球，这类球手，包括前面第一分的二号位，还有刚刚中会的四号位，都是形成一对一了。是的。只是找前排主攻，再给龚翔宇，这个二号位就加速度了啊。嗯，二号位打得非常平，加速之后你看复攻是真的是来不及呀、啊。不光是四号位打平拉开，二号位也是打平，包括后攻也是压得非常低。网口了。漂亮一球。王维一来调整。不要着急，不要乱，再来垫条。啊，有点上网，倒手球啊，还有，还有，啊，双方这个太快了，回传，后二，这个又是，一传比较靠近四号位，往后翻，对，利用网传，对。就是打，其实就在调动上海队这边复攻啊，对，来回调动，打短球了，掉一个，啊，早早就去准备了，对，哦，这个拦网做到了，就尝到了甜头，你看左手给了，就是暂停中蔡导说的。啊，短球了！啊，西西的这个保障，注意了，哇，注意了，好球！直线啊，今天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王维一就是死卡在直线上防，防的效果很好，但是起来这个调整攻，中队的进攻还是被拦到了境内。风化开，突然没有助跑，全在手下面，不要着急。哎呦，这个斜线看到了，抓地球用了。哇，一传，这个时候江苏队这个上海队的一传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26-24，江苏队是率先拿到了一局的胜利。孟翔宇是死打直线啊，手很硬。是想加强进攻啊，进攻端是。还有，网口了，王一碧，防守还有啊。江苏队这一阵子其实就是防守啊，不断的起球创造机会。再给王一迪，不要急啊，传球到位，还是给龚翔宇，这个球又是造成了打手出界，而且是三点攻。在篮网手下面就有点难了，发球成功了。哎呦，这个球，这个球要拦了。对，中锋这球要伸手啊。龚翔宇在二号位啊，这个球不会不能放他。他可能觉得这球太拉了，可能没有了。嗯，对吧？但是实际他直线是没有了。对，他中线斜线还是有。开往了调整攻，这斜线打的质量很高，哇，很果断啊！机会出来了，绝对不手软。对，手上像带了一块磁铁的感觉啊，所有的球都吸过来，都能到他手上。双方防守能力都很强，对，所以就会有很多来回球。比赛真的是好看，但是一传出了一个问题。
球，反击后二，又是反击起球平打，打得快哦，真清楚啊，对，对，就是困难准备嘛，这很正常。还有，哦，防守是好啊，嗯。哇，回传，哇，看一看，你看到了吧？对，他是溜着网走的。他其实上步是给你，其实对攻守的要求就是脚下一定要灵活呀，对节奏感要好。哎呦，这硬吃！哇。秦思雨也是打巧的这种队员，对的，啊，上来就给、啊，上来就给，嗯，打手了，嗯，回传到位，嗯，董翔宇。发球直接得分啊！上海队上海队好像也是，应该还是继续。对，很容易失误。好，一传，连续失误。节奏，节奏压住了。一传到位，打副攻，上早了，慢点上，不能出错啊！好，一传，好发球啊！来了，机会来了，继续乔丹，哇，斜线，好球啊！倪非凡这球防非常漂亮，对，把位置卡住了。哦，倪非凡也不错啊，对。敢于顶啊！就他马上往上顶、嗯，去帮主攻去补一块位置，特别稳。其实乔丹这球打同样是，对，非常不错的。没错，都没碰到篮网手，其实这个球就完全避开篮网手了。我前面有两个这被打了之后，我这能做什么？自由人能做？好，一传来了，大手顶打。球早早的把胳膊举起来，还是龚翔宇啊，龚翔宇啊，对，一传到位，还是给龚翔宇，这时候关键时刻就是找关键人啊，嗯，就是二传也是在找他最信任的一个点啊。对，二号位还是打得很平，一传到位很稳，这个一传还是给龚翔宇，哇，打手了啊。那双方现在马上要进行第四局的较量，这三局比赛看的也真的是让人大呼过瘾啊，相信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跟我和张磊的心情应该也是相似的，也是想听一下张磊对于第三局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第三局比赛我觉得江苏队开局啊还是依然是在以发球带动自己完防吧，然后也是在主动的冲击对手，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江苏队防守也有收的话，他掉的速度那么快防不了，然后你不收的话他就借你的手，对，有经验嘛。哎呦，这撂了、哎、一传好球，一传就是整个体系被乔丹一个人给搅和了，对对，搅和之后就已经弄不清楚，嗯，到位，准备，走啊！
啊，防守啊，漂亮！哇，好球，这个、王维一，他补到，这球应该是主攻下出的位置，对，小西线的位置。哦，龚翔宇这个球后二打了一个长线对角线，嗯、但是王维一这个防守是真的补得漂亮。对的。继续跑，还有啊。今天又防起来了，嗯。还有，注意啊，再给主攻掉球，掉直线，哎、还是掉影响副攻的这个跑动线路。回传，还有乔丹。对，这个所有人都盯乔丹一个人了呀。整个集中，全部都集中在这边了。二传这边还是要动脑子，63点攻，好球，李非凡，又是打手，又是打手，嗯，又是关键时刻又能体现出龚翔宇的这个重要作用，嗯。